我这边拿的设备是 GPT-03， 用的是野蛮优化系统。这款游戏在内测的时候我测过啊，优化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今天试玩的话帧数明显有提高。这边玩的是人机对战模式啊， 720p 低画质，开的是最高性能档位，因为这个游戏还是蛮吃这个 CPU 的。整体手感比之前内测好了相当之多，推荐大家还是入手的。我这边玩的比较菜啊，就没有打这个联机部分。联机部分其实低段位应该还是会和电脑匹配啊，所以说就不献丑了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啊，看我这个菜鸡虐这个更菜的人机。有什么要测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会提供更多的游戏测试和优化系统。这边就谢谢大家观看了啊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